猫喜爱的超级串串香三雄太太赤哲罗，恭迎灶神回民间。今天的任务是吃光扔穷，吃光这事儿当然交给滚滚了。至于扫房子扔穷吗，就交给大熊猫饲养员。大熊猫作为一个资深美食家，大熊猫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和职责。春节不仅要吃饱，还得要吃好。大熊猫相信只要能吃就是福。饲养员精心准备了苹果、橙子、胡萝卜，样样少不了。怪不得大熊猫只是闻一闻就流口水了，看着大熊猫吃哲罗可是真幸福啊。今年是十二生肖的兔年，身为大熊猫也要学习第二技能了。和我一起兔子跳，一起跳跳跳跳跳吧。听说能学会兔子跳的熊猫都是不一般的小精灵鬼。大熊猫和饲养员一起玩耍也是熊猫宝宝最开心的时刻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